各位亲爱的来宾，首先欢迎我们的家长、我们的校长为我们致辞。好，谢谢我们毕莲。那我们在场的各位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好，首先代表大湾高中欢迎各位今天的一个莅临。那我们这次呢，非常开心。我们去年也有做发表会，但是只有我们自己学校的。那我们也非常开心，这次有昆山国小来参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举。那这个音乐发表会原先的设计是希望说，让我们的家长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孩子在学校当中他整个学习的一个成果。那我们常常说，孩子要培养他的自信心，但是自信不是我们讲说你要有自信，你要有自信，他就会有自信。很多时候我们要给他一些挫折，我们给他一些成功的经验，让他在挫折当中逐渐找到他自己的方向，逐渐在这当中锻炼他自己的容忍，那这样孩子才会逐渐的有信心。那换句话说，给孩子一个舞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说，我们孩子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努力他们有的也是刚开始接触，但是呢他们非常的认真，很愿意把这样的一份他的努力的成果跟我们在场所有的嘉宾做一个分享。好，那今天呢，我们特别开心的是，还有我们昆山国小，我们余校长到现场，我们是掌声，谢谢我们昆山国小。好，到场的嘉宾，还有一直对我们活动非常支持的，好，我们家长会的郭会长。那我们在整个的之前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老师们也花费了非常多的心力。好，那这在当中，我们是不是首先掌声谢谢我们毕莲老师？好，毕莲老师在这几年非常认真啊，开助学金，我的微微港币啊，在学校里面有花很多的钱。但是呢，我们觉得花在孩子的身上都是值得的。好，那另外我们还有我们学务处的主任，我们徐主任。好，在学务处这边的话，他们是花费最多时间跟心力的。那今天在现场的还有我们秘书室，我们的荣慈秘书。好，那也一样过来做帮忙。那今天帮我们负责做摄影的是我们的 Andy 老师。好 ，Andy 老师的话是我们 Google Education 里面当中的佼佼者。我们常常讲说，我们现在有很多创新的教法或翻转教育，那我们 Andy 老师在这边做得非常好。那在这边跟我们的家长做个郑重的推荐，我们 Andy 老师不但是只有在学校里面我们做公开观课，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有学校邀请我们 Andy 老师去做教学演示，上上一次甚至到香港、到马来西亚去做教学演示，好，表示说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努力已经有达到国际级一样这样的一个水准。好，那么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到场所有的嘉宾哦。那我们总务处我们的王主任也在后面了，我们这边掌声谢谢王主任哦，整个场地的安排。好，那整个的工作坦白讲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可以完成的。刚刚讲我们特别谢谢我们昆山国小来这边给我们共襄盛举，所以我们是不是掌声欢迎我们余校长给我们做下面。谢谢，谢谢我们杨校长以及我们大湾高中优秀的小朋友们，今天我们都是冲着你们来的啊，哎，那么各位家长，就诚如刚刚杨校长所言，我们一直在创造机会、创造舞台，为小朋友铺成最好最好的一个环境。那么我们真的是在努力当中，这个努力的过程真的急需我们的家长有点耐心，给予鼓励。那么这样子的历程，其实才是最美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感谢大家，谢谢。致赠纪念品。
我们准备了一些纪念品啊，给昆山国小的小朋友。好，掌声，谢谢他们。好，那我们得会长，要不要给我们小朋友做一下勉励？好，会长很客气。那我们是不是再次掌声谢谢我们家长会？好，我们的音乐即将开始，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手机请关静音或关机。那等一下我们乐曲的中间不报幕，三首完了之后，我们在换场的时候再提醒大家。那我们现在欢迎我们的指挥上台，掌声，音乐会即将开始。